玩家记录乌山头水库美景，绿意盎然，搭配沙洲景色。但镜头越是往前，离岸约500公尺这一小角，画面真的很美。不过这一咖清楚拍下混凝土的三角形状，就像是平台钢琴。但其实平时水情并未吃紧的时候，这架石钢琴只会露出一小角。如今美景再现，源自于缺水，还是不免让人担心。另一个讲法就是说，它是一个以前这里有一个凉亭。它是凉亭的基础的结构，那大概要水位降到53左右，它才会稍微露出来。同样离近乌山头水库的就是台南赤山岩景色，原本该是水位覆盖，现在一片龟裂，让原本对缺水无感的看到这画面，心都揪在一块。拍下影片提醒大家节约用水。同样有空拍玩家飞上高雄阿公殿水库上方，水位下降严重，他呼吁每一天省一点水，因为台湾面临56年来最大干旱，目前阿公殿水库蓄水率17%，预测只能再撑15天。三立新闻黄启超、王少尔、赖碧香，台南、高雄报道。